心跳的频率，眼角的距离，无法开口的秘密，没有勇气，拥挤的情绪，解不开的谜底，单车奔驰画面里，怎么转身失去你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何当初没开口说明？那留下的背影，是心碎的声音，水面现出的倒影，唯有自己。你到底在哪里？